家里我们用 iPad 录的人生当 demo 啊、哦，我们要重新录人生。要重新录的话，那你就把所有的 MMA 给我一个吧。一会儿给我屏幕一个特写，就是编曲老师都说很复杂的编曲，是说明我对这个组非常的认真负责，对吗，朋友？每天熬到，你知道熬到就是五点，那里很专业。看的太多了，好好听吧，老师。哇，记录下这个表情，这个太酷了，太厉害了。我第一次真的第一次听到是把 Mandarin 的东西做采样，像古典乐采样就已经挺多了。哇，真的，这个太强了，绝对是第一次啊。我不知道，你给我安排一句。好，对，你说一句。好，僕たちはチームです。咱们录所有东西都点数。对，那能让再来一轨，我们搭一下。对，这边是可以用的。要调节啊，行，那你就确定啊。Yeah, this one is okay. We can do another one as a backup. 哇，天哪，李洛尔太美了。